Net 啊，果然没办法晕眩，太大意了。看他，看他，18000的血量，哦，准备受死吧你！拥有四只手的漆黑魔皇兵，除了会召唤雷电之外，也会蓄力把敌人大卸八块。告诉你，我才没来怕你啦！野碎牙，好，一个霸凌时间。三，比想象中还要弱。没关系，这才是我要的。欧邦来，还记得欧邦来有什么特别的吗？魔法直接施展，吃我的千阳星星，4S 魔法。哦，对对对，180000。拿命来吧，你的血量啊，才37，比想象中还要弱。SS 加，狼藉的，怎么会这样？22000。打塞雷九呆，而且怎么亚历莎的招式变那么少？千阳星星，对啊，一定是4S 会比较痛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也算是够痛了，也算是够痛了。虽然比我想象中还要弱一点，但还是可以。17000，怎么感觉就更弱了？这样不太对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的胜利方程式还是有的。94000是不是？94000，2468，感觉还不太够哦，还要再打他几下。Scary，Scary，强力招来！哇，他也会这种补血技。这家伙，最后一集了。我说他在白发状态最后一集，当然是使用苍焰姿态刀啦。啊，对，因为有装那个魔法，第一集比较痛，所以一般只会打然后17000而已。只能靠 SG 了，果然28000。还是会比较痛一点。哎，不，哪能连续哦？他这样犯规。这样我打得赢吗？魔法刀没了，还有10000滴血。不管啊，拼尽全力。一个走，用力打一下。哎，失落的魔法，对对对对对。别忘了，别忘了那招，我还有一个秘密武器。来，好啦，等一下失落的魔法要用。他最好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再补哦！他再补我就大叫哦！哦，轰雷，轰雷！哎，好像很危险。不，劳拉，劳拉，劳拉晕的，劳拉晕的，劳拉，劳拉，劳拉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这时候一定要冷静。好，晕眩，晕眩是吧？晕眩，晕眩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我记得没有错哈。班长好像有会完全恢复状态的，是不是？有点不太敢。
我们还是找一个有没有怎么解除全体状态的，所有异常状态解除，哎，就是这个啦。距离不够远 ，No， 等一下，还有什么？我还有什么可以用？嗯，回复血量，好，先回复血量。老啦，靠你了，靠我的记忆力了。哎，能力降低，解除所有异常状态，有。劳拉先解除所有异常状态。有，解到。哇，没关系，敌人倒地复活。不是，他不是有替身使者，他替身使者没了。GG。GG， 输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，我重打好了。好啦，给你打死我啦 ，GG 了啦。哦。白痴哦！我们要死也死一起！啊！哦，亚历山又站起来啦！其实59,我觉得刚刚拼尽全力有一点希望。如果他不要再补一次的话，就有一点希望。可是我刚刚觉得他可能会再补，就不想打了。而且还死那么多，会消耗太多的那个补给品啊！补给品我想留，再打一次就赢了，相信我。抗晕眩呐，那个晕太过分了，真的再一次就赢了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。啊，水灵窟是吧？先开失落，再开 S 七哦。好，刚刚又忘了开那个失落魔法，那真的很容易忘，毕竟是闪个二才有的东西。啊，装备。哦，你看看你这个替身使者嘞，替身使者很重要，冻结无效。我们现在先重点是防晕，要防晕。这个下面这也不错，哇，这个好，热情什么菊花胸花，橘色胸花，这个抗了那么多都没有看到抗到药的，看一下啊。所有异常状态这个可以了啊，亚历莎不用害怕，这样上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班长，好啦，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赢了，刚刚只差一点而已。再一次，这一次没问题了。决斗！哦，这次是我先攻了是吧？二三，神器合一，那就是我赏给你的第一集。继续，灭龙级。哇，38,爽！可以。嗨，刺破弱点。
私の番だな。哦，这个全体 CP 加103回合，哇、哦！啊，为什么要在？这应该是先开 S 技再开这招啊，因为它会加 CP， 对不对？哎，想诓我？来，我要用这个光翼阵。然后我觉得征服强化哦，要用在他身上。我往来子，好像只能用简单一点的招式，红叶切。暴烈猛攻，霸凌他。反！哦，李恩，苍燕姿太刀直接上了。啊！哇，打快3万滴血，不错。再来再来，狮子光强斩，上啊！你看，这才是真正你可以想象到他们会使用的招式。米利亚姆那个就是你想象不出来的。哇塞，为什么他的这么痛啊？感觉他比较强哎。轰轰轰！40000，哇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给你招来，给你招来啊！想抢那个惊叹号，只能用火山弹雨啊！13000还行。私の番ですね。班长来上个盾。哎，这个盾只能上一个人，这盾只能上一个人。那，亚历莎会复活，我觉得盾也不用上了啦。这盾反弹魔法可以反弹回去，好像也不错。只是刚刚也没有死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行。好犹豫哦，还是上一下好了，上在劳拉身上，让劳拉可以放到招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没事的。巨塔之足，班长打一个大的，这个看过很多次了，就跳了10000而已。连做的就是这个普通攻击，攒一个。啊，他刚刚应该换一下人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哇，还好我替身使者。有，他死定了，他死定了。哇，他就要这样死了。这样好像太轻松就解决你了，看一下哦。我在想的事情是，好啊，3万滴血应该打不死，我怕这光灰之狐就直接干掉他了，这样劳拉就还开不了他的失落的魔法，应该不会。没有，因为要先让他开大，才用失落魔法。这样等一下亚历莎又可以再开一次大，就是一个计算。
24000果然还是有留的。来，风暴怒号，什么？